现在收看的是《今夜不流泪》。今天不这这半场惊吼，惊惊，有惊嘛啦？啊，我你啦，阿七讲会惊嘛？我讲好啊。天灾，我知。我你嘛知？我提我的手面甲你讲。你是怎样做这种斗阵啊？你的面足共形的。对啊，大片的咩？是啊，哦，很久了，好久，那时候我们作秀都在一起嘛，都是好朋友。艺术大家拢知啦，大家拢知了，共产党。我唔知，你是恁较清高，较知。哦，我今仔是啊，那边来主持节目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啊，那有什么关系？我想让你缓冲一下你的情绪啊，听说你妈妈最喜欢你的这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《红颜》。哦，对啊。你是你妈妈干嘛？伊家己是红颜薄命。哈哈，无啦。你知道我讲到这个红颜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以前我交的男朋友，那我很好。哦，那你以前不是没有男朋友？哈哈哈哈哈。没有，那个只是这样牵手的男生的朋友。哦。没有亲嘴啦，差一点被他陷害耶。然后我就会看有一首歌叫《红颜薄命》。红颜薄命，然后漂亮的女生比较容易变心，那我就自己在坐在车上自己就唉声叹，真的红颜薄命，我好担心我以后会薄命。我那个男生朋友跟我讲，啊，你真的放心放心，你绝对最好命，因为你不是红颜。现在让你来这首歌听听看好不好？对，要听好，一定要，好好好，不错不错。冒汗的，拄着你调皮的烟斗上，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我等，看梦想甲人双双对对。因为心肝遐凄凉，夜夜梦里里思念，目眶暗，三五时珠泪干，青春拖无淡，歌声的真迷暗，望不破。遥望岁月流转，红颜愁，孤叹寂寞痛，孤单叹，伊我惦，无予我听望讲。红颜愁，花残，天深半，露水重。月光自怜，迷彩怎通嫌？我觉得他一唱歌就整个人变帅了，真的。是啊，那我唱歌的时候，你连我在荧幕上看到，很好笑。其实罗哥不止唱台语歌好听，我个人认为他国语歌唱的比台语好听。有啊，上次就以前那一首啊，他好会唱流行歌曲。对，你说。无言的结局。对呀，听说你这张照片花了2000多万宣传。哦，有哦。你需要吗，罗时丰？哎，要啦。现在这么多元媒体，那么多，对，你不花点宣传费用，真的人看不听不，真的，所以我这一次唱片公司真的花你多，非常感谢。你这一次出唱片是师姐带的嘛？哈，啊，没有，不敢，没有，师弟要带师姐，师姐比较。听说你们两个认识也是有一些渊源吗？哎，对，在客，因为都是客家人，就这样认识的，就。之前在客家电视，我算是应该是，在客家是罗哥跟大嫂提拔的。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客家人啊，大爸以前出来啊，出电的那种感觉，一慢慢出现。你还没吗？你快点，你买这里跳，你跳起来跳一点就好笑。跳，你模仿他啦。我不要跳啦。你会跳啊？你搞搞的。一下会吗？你搞，我不会啊。啊，我叫
小芭比，嘿嘿，啊，我不要再跳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怎么跳？你自己就会。不会了。触电的那种感觉慢慢出现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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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张秀清教我的。我一直觉得罗时丰跳舞是同手同脚。对呀、啊，而且那个站着的感觉。不是、啊、那个恰恰不会了，恰恰。来来来来来，台中恰恰。哦，台中恰恰。对，那就要特别点喽。台中恰恰一定要这样，奇怪，我是台中人，为什么都有这样的恰恰呢？张秀清教我也不知道哦，张秀清跳的才美嘞，真的、啊，这样好看，就是那种就假搞啊，那就给演演一个小朋友，然后那个下巴是抬掉，就是那种的，很欠扁的样子，讨厌哦，还有那种可怜，真的，对啊，张秀清跳很好看，如果他有机会。恰恰哦，是最就是最不准的那种跳。不，张国华，你这就搞我搞，你搞我搞。嗯，我们你跳的比较好看。所以你是那个时候，因为你在客家台，对，就这样认识。嗯，他也在客家台吗？有啊，当然他是客家之父哎。什么？客家一哥哎，之父啊。一哥是小钟啊。没有，他是女生的啦。小钟一哥算训掉，人家是客家的客家台的正殿，哎，正台之宝。哦，对。那瓜哥算什么？瓜哥没有去客家台啊。没有没有，他不回馈乡民。不是，因为瓜哥比较忙，瓜哥比较贵啦。啊，对，比较忙。客家电视台还真的贡献很大，对啊，自己就自制那个电视剧啊。哦，所以你觉得他对你非常照顾？听说他这次出这张唱片也是因为你的怂恿。哦，对，因为为什么？我还好有他，没有没有，我还好有你，没有，不要这么客气嘛，没有，真的客气，真的有你跟有我，真的都要剪掉了，真的要感谢罗哥跟大嫂，真的，我觉得大嫂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伟大的女生，大嫂不是我，我觉得我有一大嫂不要比，对，我知道你不是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巧，你又穿红色的衣服。对然后一刚暗时就是，其实我在马来西亚之前有点中邪。我跟罗哥在那个那时候在拍客家电，就是在美浓拍一个客家电视。我们是我在那边已经发烧3-4天了，但是没有人知道。嗯，对，就是整个看起来都像好好的啊。嗯，对，然后我们隔一天又要去马来西亚表演，就那一连串都是大嫂在一路上这样一直帮我，然后到最后又回来台湾的时候又。因为大嫂就很多什么偏方啊都来啊，什么鸡桶也来啦，所以你回到台湾还是一样不正常就对了。我去的时候应该就不正常了吧？啊，我去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什么印象。那是在这里卡到了，我觉得应该是在这边卡到。怪怪的，所以那个人，我记得我们一起恍神啊，然后因为可能不知道那时候他可能忙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他内心里面的一些事情还是怎么。忧郁吗？你有忧郁症吗？那时候还蛮忧郁的，可是我觉得是应该。发烧感冒的问题，我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因为基本上我们在机场会合的时候，一定是说啊，彩花姐好，大牛哥好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我也不晓得，我也没什么印象。结果等到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张副制作人就跟我讲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像卡到。小钟也觉得奇怪，哎，芭比好奇怪哦，见到人都不会叫哎。对，他是瞪着眼睛看人。对，他说奇怪，怎么很没礼貌，都没有叫。
那我已经完全我也不晓得啊，然后去那边也没办法登台唱啊，就完全都没有声音啊。那回来就我记得到那边的时候才很好笑，那冰冰姐也很急，然后一个张副制作人他也很急，说怎么办怎么办，我们不能，因为爸妈也不晓得这件事情，也不能让他死在马来西亚，就觉得很紧张，说怎么办。然后还有一个闪亮三姐妹那个闪爸有没有，就觉得我跟你说我卡在有乌龟，一紧张是卡丢音，然后就给你盖哦。对，然后他就跟大嫂跟副哥讲说，你们帮我，不然他真的没办法活着回去。说你帮我在马来西亚准备三支香啊，马来西亚怎么会有香呢？对，因为他们不拿香拜拜的吧。说他要拿三支香来擦我屁股，就觉得，好可怕啊！因为他说那种，他就很紧张，他认为说我真的是遇到那个东西，所以他说一定要。你是我的屁。嫂真的，因为大嫂本来就是要去照顾大牛哥，就他就大嫂就一路上这样子回，就是陪我。结果后来是谁擦？没有擦啦，怎么可能？怎么治好的？我们在拜拜的那种肌肉，有时候拜拜有没有擦屁股？有没有肌肉？回来的时候就直接就已经住院一个礼拜了。那当中大嫂就有去庙里啊，带我去庙里收集什么，这样就好了，就好了，就对。慢慢好。你还是没有讲到我。对，然后我要讲说，就有一次就是因为那个牛哥啊，他就是好像身体不舒服，就割肠子嘛，然后就去住院。就那时候当然我们都会很紧张啊，然后就去医院看罗哥啊。那时候像说，罗哥这样就聊天嘛，就知道说哦，他可能跟之前的唱片公司已经结束了。我想说，就开始动一下脑筋，就觉得因为之前我听说我们老板是好几年前就已经想签罗哥了。就一直缘分不到，因为罗哥他也有拒绝，那时候又不再拍戏。对啊，你为什么拒绝？你为什么不愿意那个时候？啊，不是，因为我这缘分嘛，我觉得这个缘分嘛，然后还是之前你嫌人家出片手。小说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你现在是旗下的，就是表示说怕什么，没有那种感觉了。我刚刚我刚刚就承认了，如果你今天要在节目唱《男人的汗》，我就不录了。他真的很厉害，狗急吧？为什么？你唱一首，你唱《男人的汗》。唱来听听看，男人的汗很有，你清唱，那你清唱，你清唱一下，你清唱一下，我听看看有多少，你清唱一下，快点。人生走到这，地贵亲像山。地位亲像山，才知心酸也孤单。生命回头看，风云起变化，谁知雨水残花干。然后后来我开刀嘛。然后他医院来看我，神志不清的时候，神志不清。我那时候好像不是啦，因为大概现在唱片公司都有在等一下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《今夜不流泪》。我头看风云起变化，谁知雨水残花干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太突然了！阿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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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 have feel， 红感红感，看我 have feel， 因为音怪怪哦，你听起来音怪怪，所以公司就出就是用这两首当主打歌啊。我以为公司所以只出这两首。那南边的歌是因为这首歌比较有我以前的味道，黑的较变贵的。你只是为着爱情不如意。
有无？不会追嘛，对不？他在移动数据的管，不会追。我卡针嘞，我会追。不会追的，口水，我吐口水啊！现在现在开始开始。后来你为什么会答应？这一次出，因为我觉得缘分啊，因为刚好那时候我其实有一家唱片公司，在一家唱片公司，然后那家唱片其实也准备要出了，然后后来我开刀嘛，然后他医院来看我，神志不清的时候，神志不清，那好像也是啦，因为大概现在唱片公司都倒光了，就这样，有的，想要。想要豪门世家啦，还有豪记。真的觉得罗哥好像真的，因为他以前我知道他拒绝过公司很久，那我也知道我们公司我们老板其实对罗哥还蛮有兴趣的，你想把他签过来，当然啦，签到他是这个宝，真的是真的是捡到宝。然后想说，哎，趁罗哥真的是住院那一段时间，有没有有点闹，有点闹，然后所以知道他跟唱片公司已经大概已经没有合约了，有，那我就跟大嫂提一下说，哎，其实我希望。罗哥可以跟我同一家公司这样子，就后来大嫂也一直跟罗哥说，哎，其实可以考虑看看。是手术的那一个时间，就是还在麻醉当中就签了吗？就签，他是签罗时丰还是签罗百吉？没有签罗大佑了。哎，阿弟嘛，干嘛买啊？阿弟，你跟罗时丰这一张唱片里面，你们两个有合唱是吧？有。那建议可以听吗？这一首歌你听了一半会走吗？不会，这首还不会，这首不会，这首一定哦。好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代替。嗯，他拿歌词哦。不是啊，拿着这个给大家清唱，我们两个清唱嘛。清唱一下，从歌开始唱。对啊。梦你会当了解做你自己，感情世界到底你不是？心内对你万分破壳，我只有是爱。感情的路茫茫，失去自我。过来一届哈。好，来倒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《今夜不流泪》。对你万分破壳，我只有是爱。感情的路茫茫，失去自我。过来一届哈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制作人帮忙，人家清唱，请你拍手小声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样有 tempo， 这样就好了。不能刚没听哦，没困哦。快点，当广告用啊。感情的路茫茫，失去自己，日子也是过着无滋味。等一下，你还是要再从头唱一次，不然会真的会当广告预告。什么？从头来，代替。望你会当了解做你自己，感情世界到底你不是？心内对你万分破壳，我只有是爱。感情的路茫茫，失去自己，日子也是过着无滋无味。明知你的心内坚定，我袂当代替伊这段感情，请你放弃。男人的汗是臭的，香的，但是努力的男人流出来的汗是最美丽的。好，谢谢三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